狗狗当选美国小镇的社区主委。维珍尼亚州某个小镇的居民不知情地选了一条狗为社区的主委。前任主委克莱夫的任期满了，登记自己的爱犬为候选人，没有其他人自愿为民服务，狗狗居然成功当选。 身为主委，小狗的责任包括监督社区委员会定时开会，并提出社区改造计划。但小狗真的能应付做主委的重责大任吗？有些人会说，禽兽做官跟人类政治现况其实没两样。该社区的居民说，如果没有人类有意做主委，他们下次或许会选一只猫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，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。